Leo 聊世界，体验中心，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意大利人对上拜占庭人，这场比赛是军阀二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黄方选择的文明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生时代的这个资源呢是比较便宜一点的，不管你是要生封建时代啊、城堡时代啊，或是帝王时代啊，都有折扣优惠啊。那意大利人在海战的一个部分呢，它的优势哦是这个海军的科技跟大学的科技是有减免的，那它的渔船呢造价也是比较便宜的，所以意大利人哦在海战的这个经济优势哦会更多一些些、哦。那在阿拉伯来说呢，意大利人算是零经济加成的，所以也蛮适合去练自己的基本这个基础的配置哦，跟这个经济的这个理解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你在练一个没有经济基础资源加成的文明的时候啊，那你练起来的配置哦就会比较正确一点，而不是文明特配哦。因为你去学文明特配的话，很容易你移换其他文明。就会有那种经济失调的一个状况出现。那意大利人呢跟波斯、哦、都是我蛮推荐的文明的、哦、大家如果要练经济流派的话，这两个文明我是蛮推荐去练一下的。那意大利人呢在海战的这个比赛中、哦、也是蛮常出现的、哦、但我个人感觉、哦、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哦、并不是这么的优势、哦、跟于像什么拜占庭啊、拉鲁皮图、啊哦、日本啊，或者是萨拉森之类的一些文明的对决之中哦，他的胜率来说，可能是有点偏低的，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经济加成的关系，所以往往都会打输敌人啊，是我自己发现到的一点。意大利人的胜率哦，一直都不是非常高啊，但是他在天梯的一些场次来说，胜率其实也没到非常低啊，算蛮普通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拜占庭人。拜占庭人呢最大的特色是他帝王时代的这个升级、哦、非常便宜、哦、而且他的火战船、哦、攻击速度超级快的，点下银冠技术、哦、这个火战船的射程、哦、也会变得、哦、多一格射程、哦、非常远，所以拜占庭人的选择、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战的文明选择。那他的打法呢也是比较适合打到这个帝王时代后期、哦，之前、哦、我们有介绍过拜占庭这个文明、哦、有这个速帝王打法，三 TC 速帝王，然后一升到帝王 style 马上点强弩啊，或是转火炮巨头开始往前推的一个策略、哦、那这个策略、哦、在赛事中比较少见、哦、目前只有看到一两次出现、哦、这个出场的几率并不高。那目前看到 Hera 这边是出了双码头，那两边准备要来升封建 style 了。黑亚这边是稍微慢了一点，24寸才点。那其实不是24寸，是 20P 哦 ，20P 是渔船。那意大利这边哦，则是补了一艘运输船，直接到岛上、哦、去偷这个水牛啊，还有去把这个码头直接盖在黑亚家的正门口。那这场比赛也是 AN 战队的内战哦。这个这位意大利选手是蛮厉害的，他这个战术想要跟拜占庭打挺微妙的啊，因为拜占庭的火战船是攻击速度特别快的。好，这边第一时间去想往左边看，但左边一艘渔船都没有啊，但是这时候拉回来了，是不是感应到了什么呢？好，哈拉这边还没有去赶快。去集结一下自己的火战船啊，那这边火战船这边就要赶快集结一下了。 OK， 好，刚出来赶快集结，三打二一定没问题。那意大利人这边打法他会有个劣势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像黑拉直接哦三码头一直出火战船哦，势必哦一定会断一些这个火战船出来，所以这边要补一些自爆阀才能稍微打回去这个战舰劣势的部分。好，那这边就有点在看控兵咯。好，一艘去追两艘，这边左边直接回家去防守。好，还有这边也是有补一下自爆阀。然后在自爆船在火战船对战之中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哦，因为这个攻击距离够近哦，一定可以炸到，
而且火战船的话一定要散开了。那意大利这边散的还不错，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他现在这边集结战舰会有问题哦，没有办法直接三码头一直出战舰了，一定会比对方还要少。那这边哦，士兵一定要打防，打一个防守式哦。这边只能先撤，然后再要转一些自爆法出来。那如果他这边再继续转自爆法的话，可能会让生时代哦升的有点危险哦，可能会拖太久。好，这边自爆法炸了一波，残血的收掉了，然后残血往后拉。好，后面还有一发过来，散开，炸了一波，一次收掉两烧，还不错。这一波的交战看起来意大利人拿到一点小小的优势，但并不多，但并不多。OK， 自爆法直接收掉了一烧。好。这边回头想要修一下，有机会修得回来吗？可以，哇，残血的火战场修了回来。OK， 意大利人这边点下了城堡时代升级，拜占庭人这边稍微慢了一点，慢了一点，慢了一点。OK， 这边升时代大概慢了一分半左右啊。好，这边赶快用运输厂把这个岛上村民往这个本岛上面去运输。应该是主岛，我习惯把一开始岛叫本岛，然后这个叫主岛。那主要岛屿才是这一张地图的开战重点。基本上在赛事中，我们不太可能只看到只用这个战舰就把对方给打死的状况，非常困难。好，意大利人这边是没有打算要放弃打正面的码头。OK， 这里又爆出更多的自爆船过来。好，这边赶快去追！哇，一烧回头反打，好，烧掉了这些渔船。那目前意大利人打出自己的经济优势跟科技的折扣优势了，跟这个弩炮战舰压力更小一点。好，回头补一个修道院。好，这边炸一下，但是 Hera 这边散战船散得非常好啊，哇！三艘战舰活了下来，还有一个自爆船过来，小心散开，炸一个残血的，而且是最残的那种。哇，这个有点失误咯，意大利人这一波控的不是非常好，开始打出劣势来了。这会有劣势的原因也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这边火战船攻击速度板就更高一点，更快一点才对，所以打输才是正常，打赢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画面。好，这边火战船再一次出来，也是互烧一波。但是你看对方拜占庭火战船烧的速度实在是太扯了，瞬间就烧掉了一台。OK， 残血的也赶快去收掉。两边都是残血，左边拿到了点优势，又补了一些新的火战船出来防守。但是意大利家里的海域已经被拜占庭的火战船给控制住了。好，这边水牛也是被诱拐回去没有办法继续吃水牛，但他好像也没那么多需要这些水牛现在已经够吃了，待会再拿回来。好，家里一只老头肉马过来自低调，对吧？这边连肉马也不想给对方。OK， 补下了双 TC， 也要准备开农起来了。好，那目前意识到 Hera 已经在本岛上有这个他的残党势力了啊。罗马一直往这边送，应该是我意识到右边已经登岛了。好，这边招降下，后方的火战船也招降，但没有机会。好，稍微修一下码头，这个码头血太惨的话，就不能把这个火战船藏在这个码头里面，就不能隐藏自己的这个战力到底有没有。那海战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去猜测里面到底杀了几艘战舰。那如果对方其实里面就只藏一艘，然后就藏一艘嘛，也会有情子。那他如果只藏一艘，就会出了20只的战舰然后导致你的本岛经济不太好，拖到你这个本岛的这个防守或是进攻的一个 tempo， 那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海战最困难的地方是你根本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一定要去猜测对方的想法。那 Hera 这边也是不敢掉以轻心
战舰数量虽然没有再继续产出来了，但是它战舰还是保留大概有十艘左右。好，这边开始打陆战，落马过来再解一下，应该可以解掉一只老头，往后拉，有机会吗？我拉掉了，可以。好，那 Hera 这边是 3TC Kino， 现在村民数目前是领先。好，意大利人这边来一个经济流，后面转出了射电厂，这边有可能是要转奴兵了。现在黄金够多，可以考虑转一下。如果这边再按战矛兵的话，可能会断村，所以我觉得奴兵是更好的选择。好，砸一下后面自爆船，哇！互换自爆船，又换掉了一艘战舰。但 Hera 这边突然意识到对方没有在跟他开玩笑，他还是想要继续打海战啊！海战真的是一直打一直爽，赶快补下战舰。好，班提利用自己的火战船优势稍微反击了回去，但数量上还是明显落后对方。好，这边战舰明算是明显打输了，但自爆船过来炸了一波，哇，没有炸到正红心，但没有关系，这边战舰炸了一个。赶快散开，还是被炸到了。OK， 那血量这么惨的情况，应该是能稍微反击回去了。这边自爆船跟火战船再多按一些就 OK 了。好，意大利人这边在前面开始压制了拜占庭前方的城镇中心。这里他的意思是想赶快盖一个城堡在正前方防守，但是现在有投石车出来，防守不太容易了。这边就要看老头要不要去投资一下科技。好，哦，找想一下村民。那拜占庭人在打这种长枪兵配投石车的这种打法的时候，最好的解法就是点出救赎思想，还有这个神圣思想，就可以招降对方的工程器哦。同时还可以吃一发这个投石车的伤害。哇，这个投石车一直砸村民，又再砸个一发，哇！哈，Hera的村民只剩87村，这个数字好像在我们频道常出现了，特别的敏感。好，结果果断把城堡补在下方。不在下方的话，这里也不能哦，去产出拜占庭圣骑兵哦，对方还有老头。目前要抵抗对方的老头，最好是用落马，但落马的部分又有枪兵可以守住，所以这边最好的方式哦，就是产出奴兵哦，直接射掉，可能会更有效一点哦。但是弓兵的部分呢，就很害怕对方投石车，所以可能还是要投车互投一下，或是要转出475救赎思想。那这两个方法都是对拜占庭来说会比较好解这个阵型的一个方式。那拜占庭在对抗神头的时候也有点优势哦，它的建筑的血量是比较多的，有3000多滴血啊。所有建筑都有这个血量加成，不像波斯只有这个城镇中心双倍血量。好，攻兵过来，奴兵升级还有15秒左右，投石车过来可以预判一波吗？中了。再砸一下，哇，擦边球没有射到，可惜了一点。好，但是这边进入到了城堡射程范围内，损失了掉一些奴兵，剩下四只而已。好，看来这个城中心是没救。意大利人这边哦 ，TC 的部分是没有非常顺畅的运转下去哦 ，TC delay 来到快5分钟，快要是 Hera 的一倍的 TC delay 哦，所以村民数来说是没有非常有优势的。好，拜占庭这边点下了帝王时代的升级，海战的部分呢也在努力在打哈，就是完全不放弃，不想给 Hera 这边有捕鱼的机会哈。那 Hera 这边呢也是不给对方机会啊，在正面捕鱼啊，但他在侧面啊这边是爽爽捕哈，也没有到非常爽，两个渔船稍微出一下，加点吃一下沙西米。好。意大利人这边帝王时代不下，巴兰提这边时代落后大约40秒至50秒左右，并不是非常夸张，好，还可以接受的秒数。那这边一到帝王时代，巴兰提人可以马上去转出化学，
跟这个强弩火炮，或是打这个拜占庭圣骑兵哦，开采量产出来。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哦，后面就可以产这个拜占庭圣骑兵？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这边肉量会稍微会开始多起来啊，大概到了50片铁啊，五十个人在采肉哦，那你这个资源呢是可以支撑你拜占庭圣骑兵的。因为现在打这种枪兵跟老头路线，你的拜占庭圣骑兵太少，被招降掉的话很容易打输啊。虽然你的拜占庭圣骑兵打步兵伤害是游戏里面对步兵增伤最高的单位哦，但是你还要思考到被招降掉的这个拜占庭圣骑兵的数量，所以第一时间要守住的话还是比较困难一点。要用工兵呢，跟投石车会更便捷一点哦，在这个时间点。好，这边补下了弹道学的升级。意大利人等于是补下了三级色。那巴塞提人呢？他本身哦，虽然没有到非常全能哦，他没有三级的步兵攻击力，也没有骑兵攻击力哦，所以他的巴塞提圣骑兵打其他单位会稍微有点偏样哦。但他的步兵跟工兵哦，他的骑兵跟工兵哦，基本上是可以用的，步兵的部分稍微弱了一些。看一下，那意大利人哦，这边是有三级马凯，全能型的文明哦，什么都有。所以这边转兵来说，是意大利人会有更有优势一些。那目前遇到对方转出奴兵，也转出正常战矛兵对应哦，就是还 OK 哦。但对方黑拉这边也是有转投石车哦。好，砸一发，还好这边是高地，奴兵没有死，反而是被砸掉了一只村民。那现在战矛兵除了怕投石车还怕什么？就是怕对方的拜占庭圣骑兵哦。基本上拜占庭圣骑兵可以解这边枪兵啊、战矛兵哦，都可以解，只能用靠这个老头才能解掉。好，黑老这边阻挡对方往前哦，这边开始慢慢产出拜占庭圣骑兵哦，这个城堡血量6700滴啊。OK， 战矛兵这边升级好，三级色也上了。好，先打后方的工兵。好，枪兵数量一少，拜占庭圣骑兵可以考虑往前，但是后方老头会招降，现在还不要上前比较好。先往后拉。OK， 这边左段拉到了后方招降战矛兵，这边奴兵往上直接点掉老头，没有老头的阻挡，这边拜占庭圣骑兵就会无双往前了。意大利人遇到巴兰提圣骑兵，也只需要转出热那弩手，就可以轻松反击回去了。好，进行到示意，努力在攻击右边城堡，城堡血量还有3000多滴血。这边三 T C 三巨头是可以有机会拆得掉，但对方的战矛兵跟工兵数量也是越来越多。那目前巴兰提打战矛兵哦，优势也是非常巨大。毕竟他的这个垃圾兵哦，还有枪兵啊、战矛兵啊、骆驼都有25%的造价减面啊，所以打垃圾战来说，意大利人更有优势一点。好，巴兰提这边转出了火炮，然后反制巨头就很有效了。好，那这边就是意大利人会比较难打的地方了。这样转出热那亚弩手会被拜占庭冷的战矛兵给压制哦，然后你转出更多战矛兵哦，去跟对方换哦，也是不是很明智的选择，毕竟对方的战矛兵也比你便宜。那意大利人要怎么打这个局面哦？通常都是打战矛兵配火炮，还有这个什么火枪啊作为辅助。火枪、热那亚弩手、战矛兵哦，就是一个全远程单位的一个策略。那也可以再加一些少量落马，去稍微反制一下对方战矛兵的数量。毕竟你在混搭策略的时候，你全工兵的情况下是很容易被拜占庭人的那个战矛兵给压制住的。即使你有出火炮，稍微能打，在这个顶尖的比赛里面哦，对手的控兵哦一定会比较好。那如果你可以转出一些落马的话，反制这些战矛兵哦，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转兵哦。好，这边火炮想预判没有成功，打掉了这台巨型投石机。好，三台火炮出来，看要不要往下走。往下走可以稍微一发集火点掉后面的巨型投石机啊。那辉尔前方的火炮一直在给压力哦，让正前方的火炮也不太敢轻易向前。
那既然往前不行了，那就往下走，可能会更好一些。好，那意大利人这边是转出了大罗马的升级。好，但是自己的城堡已经掉了，两巨头收掉了前线城堡。好，火炮稍微打到了后方的战矛兵，战矛兵数量有稍微下降了一些，但还不是非常的明显。好，拜占庭人利用自己的折扣优势，继续跟对方换战矛。好，意大利人补下了品种，大罗马升级也已经升级上去了。拜占庭人这边点下了马凯科技，三级马凯也 up 了。好，战矛兵走到后方。好，罗马先解掉家里的问题，待会再往前补。那为什么意大利人这边要混搭火枪啊？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意大利人的火枪啊，有这个造价减面了。转一些火枪啊，不管是要射战矛兵啊，还是射对方的火炮啊，或是拜占庭圣骑兵啊，哦，效果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拜占庭转出了骑兵之类的，哦，也会很有效果。啊，目前这个情况啊，还是要赶快转出罗马进行。哎呀，这个火炮，哎呀，没有打到中心点哦，小心。OK， 原来是三火炮对三火炮。OK， 大罗马出来，拜占庭人直接往后拉。因为现在没有太多办法可以挡住这个大罗马匈牙利新骑兵。那巴兰廷这边可能要转出更多的保兵单位哦，巴兰廷圣骑兵才能挡得住对方的大罗马。好，哦，这边预判到了一些，打掉了两只，砸死了自己罗马。哎呀，尴尬。好，下方想要偷挖石头，但下面还有城堡继续防守。好，这边两台巨型偷袭偷偷架了起来，这边一直用巴兰廷圣骑兵给压力哦。好，这边要再转热那亚咯，看到巴兰廷圣骑兵就转热那亚，很好的一个反应。好，往前火炮直接攻击，三炮可以秒掉一台巨型偷袭，效果非常有效率。OK，这边最大的目的哦，就是打掉这个三巨头。好，战矛兵想要往前点，想点掉火炮，但很可惜没有机会。好，这边城堡受到了点伤害啊，但火炮还是被拿下了一台。上方的城堡也盖了起来，开始把这个领地往外扩。这边的攻防战哦，啊，这边打得算是蛮沉稳的。好，巴兰廷圣骑兵数量开始多起来了，二十几只的数量。这边可以考虑直接往后冲哦，收掉这三台巨型偷袭啊。OK， 往后冲，这波冲得很好。热那亚弩手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现在要解掉问题不大。OK， 但还没有解干净哦。巴兰廷圣骑兵收掉了最后的一台巨型偷袭，后面大罗马直接往后冲，收掉后面的火炮应该是有机会。三台火炮价值600多金啊，后面还附带一个老头700金，就这样落入口袋了。大罗马啊，这边的反击啊，打得非常的 OK 啊。这也是我蛮推荐意大利的原因哦，各种方面都能打，而且还有大家最爱的大罗马，而且是蛮机体的，三攻三防哦都有。缺点就是经济加成哦，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可以练好你的基本功。凡事呢，就是基本功练好，基本上你去玩其他文明哦，就不会太差了。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一个原因哦。我们这一台不会教花俏的战术，只会教你正常的营运哦，还有这个正常的游戏大局观，还有配兵方式啊，这个东西是后期哦，大家玩到后期是比较需要的东西哦。毕竟战术这个东西，你只要玩到一定时间之后，你就会了解这些战术的优劣势哦，啊，你就可以适时的拿这些偏离策略哦，去进行反制敌人。那如果你没有基础观念的话，你会这些战术，你只能赢一时哦，不能赢长期哦，这样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哈。好，这边火炮预判一直没有成功哦，但是还是打到了一发。大罗马在前面扛住了巴兰廷圣骑兵的闯前，但是战矛兵第一时间攻击是后方的热那亚弩手。热那亚弩手虽然也是攻击前方的巴兰廷圣骑兵，但是数量很少的关系，没有办法扛下正前方的巴兰廷圣骑兵的往前压制，
这边压制的非常凶猛，这一波是没有往后撤退的意思，因为这边已经贴到了火炮的关系，火炮这边贴到的时候就不会再往后了，只会往前，收掉了所有的火炮。意大利这边全面的正面全军溃败啊，完全扛不下来。好，意大利人这边转出了骑士的升级，重装骑士啊。那转重装骑士能打的东西就有点多了，可以稍微跟拜占庭圣骑兵有互打。这个虎炮呢也可以轻松收掉，还有战矛兵啊。那这边转骑士还有原因是因为他追不太到拜占庭圣骑兵啊。而且现在骑兵已经攻防升满情况下，转出骑士姐是比较便捷的。OK， 解掉后方的骑士问题，但是这边的城堡一栋一栋的被 Hera 这边慢慢拆除掉了。拜占庭大军开始往前推进。那没有城堡就没有热那亚弩手，意大利人现在没有有效反制没有办法有效的反制拜占庭圣骑兵哦。所以这边转出骑士是最好的选择。Hera 这边也很简单啊，只要前置一些军印哦，开始转出枪兵哦，也 OK。毕竟自己的枪兵哦是游戏里面最便宜的枪兵，造起来是非常省。好，带你直接补大石墙，还有城门。好，意大利人这边囤了一波骑兵队，城堡没有办法再继续盖，后面还有石头吗？有，但没有时间挖，现在要全力挖金跟肉，要来决一死战了吗？好，拜占庭人点下了围墙科技。两巨头架了起来，这边包夹看一下，往前顶，拜占庭圣骑兵这边好像有点下后勤哦，怎么感觉有扩散伤害的感觉啊？好强！后面火炮打个一发，打在正前方骑士身上，但是后方的拜占庭圣骑兵也是陆续补过来，扛住了正面的第一波的正装骑士冲锋。后方的重装骑士也是陆续往后补过来，这一波交战，拜占庭圣骑兵拿到了点优势，前方打爆了非常多的重装骑士，重装骑士有点溃不成军。好，把这个修道院给拆掉了，意大利人这边损失了三生物的黄金产能。好，努力买卖了一些资源，把石头也全卖了，卖家当。转重装骑士，但是拜占庭圣骑兵数量非常的多，一直往前补。现在有四栋城堡疯狂产出拜占庭圣骑兵进行反制，这里连枪兵都不用，正面跟你对决。哎呀，这波看起来拜占庭圣骑兵还是比较猛啊。看起来是狙了，这看起来没救了。拜占庭圣骑兵数量这么多，踩到农田里，基本上是没救。狙狙。好，来看到经济的部分，经济的部分拜占庭拿到了一点点的优势哦，因为拜占庭本身哦，它也是没有经济加成的文明哦，所以跟意大利人这个经济看起来会非常相似哦。那么来看一下军事的部分哦，军事的部分是两边 KD 差不多的，1.04 跟0.97哦。哦，这部分我就蛮意外的哈，这个前期的拜占庭的战船可能优势没有那么巨大，那这里好像是有补下后勤啊，对，有补哦，难怪他的拜占庭圣骑兵这么强啊，这个后勤科技哦是拜占庭点下精锐之后一定要补的东西哦，这个补下去后勤之后，拜占庭圣骑兵哦基本上什么都能打了啊，连对方的枪兵骑兵哦也能轻轻踏过去哦，非常可怕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要成型哦，这个抗压能力真的是要很好。赫拉这边这是撑了非常久，
这刚刚想说意大利人这边一直疯狂前腰，可能就可以直接秒杀黑兰。结果慢慢一步一步，巨头加火炮、战矛前压，还有一些给对方压力，顺利的解掉意大利的热那弩手这个弩手阵。只要弩手阵一旦不能成型，那么对于巴伦廷人来说，这个巴伦廷三骑兵就是可以无双的单位了。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了，各位拜拜。